即使现在大家对于避孕的一些生理知识了解的越来越多，还是有不少人偏好零距离的体验。他们认为呢，安全期内进行性生活还是十分安全的。安全期安全吗？但是根据调查显示，安全期避孕法的失败率其实在20%甚至40%以上，所以呢，所谓的安全期其实并不安全。安全期为啥不安全？那么安全期怀孕最常见的原因呢，就是性生活的期间太接近于排卵期了。原因呢是有一些强壮的小蝌蚪是有能力在女性体内存活数天之久的，并且呢，加上女生可能因为情绪上的问题啊、生活压力的问题啊，甚至一些疾病的因素，导致排卵的混乱，那这就大大增加了让小蝌蚪意外的碰上卵子的概率。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说，那我一直都采取这种安全期避孕，我女朋友一直都没有怀孕。不少人以此引以为豪。这边齐大夫的建议是，建议这些朋友去好好检查一下精子的常规，看一下你的小蝌蚪的活力是不是存在问题。